嗨，晚上好。这饼干可以吃，太饿，这个水也能喝吧？啊，谢谢一票，还好吧？谢谢，哎，完了，被他这个挡住了，我看不到谁送的夜蝶。谢谢斩妖除魔泣水人送的夜蝶，谢谢你，谢谢九票。晚上好，谢谢九票，谢谢，哇，谢谢焦糖饼投的9999票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焦糖饼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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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这是一个还是什么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哇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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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谢谢谢谢焦糖饼，谢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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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谢谢谢谢一票，谢谢谢谢，喝口水。谢谢，谢谢一票，谢谢一票，谢谢九票，谢谢谢谢谢谢一票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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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票，谢谢林业夫，谢谢林，谢谢小林啊送的99票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再次谢谢焦糖饼送的9999票，谢谢谢谢一票。谢谢妈粉站起来送的99票，谢谢兔叔叔送的99票，谢谢。把冰喝到脸上了，我又看不到，谢谢一票，谢谢，谢谢9票，谢谢。今天还好还好，我已经逐渐习惯了。谢谢一票，谢谢九票。好了，我说一说。谢谢一票，谢谢谢谢。谢谢一票，他这个太慢了。谢谢妈粉站起来送的99票，谢谢谢谢各位啊！我要说一下，今天，对，谢谢谢谢兔叔叔的99票，谢谢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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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ina，谢谢小 Tina 送的99票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谢谢妈粉站起来送的权杖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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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一票谢谢一票，焦糖饼的用爱发电哦，谢谢焦，对我这好延迟，谢谢焦糖饼送的用爱发电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一票，真的谢谢什么家的老爷子 LILY 送的99票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你哦，现在有特效了，谢谢谢谢谢谢焦糖饼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海喂喂喂送的99票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确实延迟了好多，我现在才看到，
谢谢贩卖月亮送的99票，谢谢谢谢。我说，今天谢谢小周周要去睡觉的送的99票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对，特效确实太长了。谢谢大拇哥送的99票，天哪，我话讲不完了。谢谢，谢谢玫瑰花，谢谢一票，谢谢手里剑送的99票，谢谢，谢谢脖子酸，感觉我今天的发型做的有点丑，各位。都在，确实，我感觉我好像浅发不是很好看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发现大家深发都还蛮好看的，就是轮廓明显。谢谢小 C 的99票，谢谢。但这个就显得我的脸的边界就不是很清晰。谢谢小茶赠的999票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九票，浅色好看吗？谢谢一哥菜市场送999票，对对对，谢谢。我今天叫你们早点回去休息，然后记得带伞回家。谢谢鸭泥可陈的99票，谢谢。谢谢要一杯无糖真奶本人送的99票，谢谢。看得好紧张，但是谢谢欧嗨欧送的99票。又有发电哦，我没看见，谢谢电流太大听不到的99票，谢谢。哦，我才看到第二个拉票，辛苦了，谢谢。谢谢岁月如歌的99票，谢谢。哦，谢谢 AAEE 的发电，用来发电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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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酸奶品鉴师的皇冠，谢谢谢谢，哎，谢谢 AAEE， 谢谢 AAEE 的皇冠，的用爱发电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酸奶品鉴师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空空乖乖的99票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丫丫的99票，谢谢。好，谢谢珍宝咖喱鱼蛋的999票，谢谢你，生日快乐！今天那个什么那个，写贺卡，谢谢，谢谢杰瑞叔叔的皇冠，谢谢谢谢杰瑞叔叔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石美丽的99票，谢谢，谢谢电流太大听不到的99票，谢谢。我今天就是第一首歌，就是其实讲真的，我们排练时间真的很短。谢谢神韵的一票，我们排练真的很短，我跟你们说。谢谢巧克力。然后我其实已经排了挺多的，我们今天公演也没有准时完成，也没有准时结束。谢谢 H1 送的一票，谢谢你。谢谢 Tik 的99票，谢谢。然后就没有怎么好好排，讲真的。谢谢，这是谢谢一票，谢谢。谢谢，哦，现在看到了那个 AAEE 的用爱发电，谢谢这个特效出来。不敢倒太久，谢谢九票。对，我这太慢了，谢谢九票。啊，延迟这么严重，还是谢谢一票。被挡住了，谢谢九票。谢谢石美丽的99票，谢谢9票。然后没有，现在好了，谢谢9票。我现在脑子有点乱，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谢谢一票。
好，谢谢数字姐姐的用爱发电 ，Thank you， 阿里嘎多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想干啥的99票，谢谢，谢谢 LO， 谢谢小 L 送99票，先给你起名叫这个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三个七的99票，谢谢。谢谢一票，对，是太延迟了，这个特效太慢了。谢谢西之界的99票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一票，谢谢9票。怎么才到这里？哦，谢谢汪汪有人叫的999票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。谢谢一只蟹壳的99票，谢谢，Thank you。太慢了，现在这个特效出来了，这个用爱发电，Thank you，谢谢，对，好慢啊，救命啊，我要卸到什么时候？现在有汪汪叫了，这999票，又被挡住了，谢谢给猫猫抱一个的99票，谢谢。我喝水了，谢谢一票。没有，我现在不是不舒服，谢谢9票。今天那个项链真的翻车翻得特别厉害，谢谢太阳川和训练生的99票。就是我，其实，在台下的时候很顺利，我跟你们说，谢谢一票，非常顺利，真的。但是呢，就是，谢谢九票，但是就是在台上的时候，他就卡住了，给我整了一个大尴尬。谢谢九票。后来我就直接拔了，然后我清晰的听见了龙艳萍头发断了，谢谢一票。而且前面我也很无语，就是我是说的是我出来你就把灯打在我身上，结果呢，谢谢九票，结果他没打，先他亮了个灯我就以为走了，然后结果谢谢一票，亮了一个灯我就以为走了，然后我就先走了，结果他其实灯还没亮，那意义是什么？谢谢一票，真很无语啊，我脸好红，我脸现在不红啊，我本来想非常的帅的靠在那个边上，嘘，我要偷东西了。结果偷东西并那个灯光也错了，谢谢一票。当时脸很红，可能是因为跳那个无队舞，我太累了，谢谢一票。谢谢十什么七吗？的99票，谢谢。谢谢一票，我刚刚看到西之界的99票，谢谢西之界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一票。谢谢一票，谢谢一票，对我哦，我给你们讲一下我剧情，我的那个第一首不，第二首，先讲第二首吧，正好讲第二首，谢谢一票，那个无那个粉红狙击手的剧情是我要偷东西，我偷的是海洋之心，然后我是一个大盗，开始呢就是他东西被偷了，他就啊。然后，所以前面会有那个滴滴滴的声音，说明他报警了。就是我抱他的时候，把那个项链拿走了。然后我说拜拜，然后他就并不知道自己项链不见了。谢谢谢谢一票，谢谢王一做我爹的99票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刚说的吗？还是他又那个？谢谢西之界99票啊，谢谢。谢谢小 B 送的谢谢9票，谢谢。谢谢刚刚说过的，谢谢一票。好了，现在差不多应该结束了，谢谢一票。然后我说到哪儿了？谢谢九票，谢谢一票。我说到哪儿了？我忘记了。谢谢吃不吃奥利奥的99票。对，然后我就要说拜拜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高雪怡和孙雨山他们就出来。谢谢一票，就出来抓我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们等等等的那段就抓我，后来没有抓到，发现哎那边是不是他是不是往那边走了？那我们赶紧走。然后就是这故剧情是这样子的，然后但其实我早就已经在一个，谢谢一票，
以为是我的小弟，不是，他们是警，那个特，也是特务。谢谢九票。不是伙的合作伙伴，他们是要抓我，可能演的不像吧。后来，然后其实我早就躲在了一个，就是一个地方，就是已经非常的骄傲的在那里准备炫耀自己偷到的东西，然后来了一段表演，然后中途被他们又遇到了，所以我们就是我假装跟他们是一对的，谢谢九票，然后我们又跳了一段舞，最后结束的时候呢，最后那一枪本来是想对他们某一个人开的，但是呢，他们就谢谢九票，就是。反正就是我的思考的就是这个样子，而且我前面我自己想的时候真的很好的，我自己觉得很好，谢谢九票，但是表演出来的时候并没有我预想的这么顺利，就我觉得画面会很唯美，就是打一个招呼就是过去嘛，就很有一种哑剧的感觉，谢谢一票。谢谢一直住在隔壁什么没看见的99票，谢谢九票。隔壁的老王送的99票，谢谢。谢谢九票，谢谢一点一叉的99，谢谢走地鸡腿的99票，谢谢，谢谢一票，谢谢一票。然后我无罪无我是一开始我是被束缚住，谢谢 RESET 的99票，谢谢胡胡菜宝的多少票没看见，的999票，谢谢谢谢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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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票。然后无罪无我开始是我是被束缚住了，但是呢，然后我还戴了一个面具，中途其实我那个面具，谢谢99票，谢谢谢谢，我刚谢过，然后中途我是要把那个面具摘了，但是我摘的太快了，因为面具一直在脱落，我就没有办法，就是它一直在我头上又不在我头上的样子，你们知道吧，它掉了，然后我就只能先把它提前摘掉了，但那个时候其实我是要把自己的面具给摘掉，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一直是被束缚住的一个状态，前面的。但是后来有一个叫，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摘，有一个摘面具的动作，我还是重复的那个动作，然后我把地上的面具捡起来接着跳。但我今天穿的鞋有点滑，确实跳粉红狙击手的时候有被滑到。谢谢西之界的99票，谢谢谢谢谢谢小季的99票，谢谢谢谢谢谢开会员是为了改名字的99票，谢谢。那个时候我是要摘面具的一个动作，然后那个什么，然后后面那个穿衣服是，我就是已经被怎么讲呢？但是解带子那个画面吃了好多头发，真的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谢谢一票。唉，这样解头发，解那个，然后这一撮一嘴的头发，谢谢本云本允的99票，谢谢你。谢谢贩卖月亮的99票，谢谢。谢谢看不清，谢谢星星的99票，谢谢谢谢九票，谢谢小谢同学的99票。然后还没讲完，然后反正就是后面有穿衣服的地方嘛，我就是已经变了，因为我就是改变了自己那个时候。谢谢9票。然后呢，那个地方其实我要掐着自己，但是呢，谢谢不是爱的99票，但是他那个杆杆没有给我搞好，高度没有弄好。其实我在后面已经有点要发大火了，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就是因为我想的都挺好的，不是太矮了，是太高了，就是我想的都挺好的，但是呢，就是对，
撞上了，因为我说的是我要放的是四线后，谢谢欧打哥哥的99票，谢谢。我要放的是四线后，他给我放在四线前，然后我退了两步就撞到了。哎，我彩排的时候我都放的很好，就是总是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。谢谢是静静啊送的99票，谢谢。然后，然后我有点就是怎么讲呢？我本来粉红狙击手有一个道具，我是想要有那种钱什么的，看着我前面的动作不会这么干，因为我前面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油鸡怼脸的状态，我就不想让那个镜头这么干。但是他跟我说，他一开始跟我说的是，啊，我找不到这个道具，我可能还要再找一找。我说好的。然后真的我已经在台上在那个凳子上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我跟你说了没有啊？就我当时就一个大无语，你们知道吗？哎。因为是另外一个姐姐跟我说是有的，然后呢，她是，然后后来她说，然后那一个姐姐又说，我找不到，我再帮你找找。我说好。然后到真的要演的时候跟我说，我跟你说了没有的，没有这件事情了。我当时我整个心态就崩了，因为我就是那个时候高雪艺和孙雨珊已经在台上了，你们知道吧？我也找不到什么别的道具，我甚至都来不及拿花拿什么东西道具，就是看着比较可以那个什么的。但是呢，镜头上面没有出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所以我就觉得算了，就是这样。因为去年的时候镜头各方面都没有让我很满意，所以我今年的时候我特地强调了，我说镜头千万不要，就是游击的时候没切好，然后摇摇晃晃的跑掉，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。我就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是会生气的。哎，但是这次表演弄得很好，还行了。去年其实我已经生气了，但是也算了。哦，我说我要唱翅膀来着，突然想起来，哎呦呦，等会再唱，哎呦呦，谢谢9票。然后翅膀的话，其实我时间是真的不够。但是我发现，如果我说我奶瓶的那个地方没有翻车的话，其实应该是够的。而且，谢谢9票，谢谢9票。而且当时我是想着，就是他还在搬那个东西，我都说了，我就说你还在搬这个东西搬上台，你再这样子，我说我还哪有时间说话呀？然后我就直接把麦拿着，就不管他那个后面在干嘛了，我就直接上台说话了。但是缓一下再唱的话就没时间，所以我很讨厌15分钟，太短了对我来说。所以说如果生日公演就很方便了，但可惜生日公演在后面。怎么不先唱再跳？因为你想嘛，如果说我后面话没有讲完，是不是很可惜，对不对？去年我话就没有讲完，如果说你音乐家停下了，就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没关系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表达到了。谢谢9票。谢谢9票。但是我拉票稿其实也没有好好念出来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对，是先上重要的，但是时间太紧了。谢谢9票。我会发文字版的，谢谢9票。谢谢9票。谢谢小板砖的皇冠，谢谢小板砖，谢谢小板砖，谢谢1票，谢谢小板砖。就是我想给到大家的感觉就是怎么讲，就是因为之前老是有人说我没有什么事业心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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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然后很佛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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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
我就是觉得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的够清楚，就是谢谢小茶的皇冠，谢谢小茶，谢谢。啊，录了99，没看见叫啥呀？而且怎么讲呢？有时候我也很心疼你们，因为我知道外面的人经常说一些就是，比较。过分的话，就是你们啊，谢谢数字姐姐的用爱发电，谢谢，恭喜你，恭喜我，谢谢99票，啊不，什么99票，谢谢用爱发电，谢谢，哎，谢谢用爱发电，谢谢，感受到了。谢谢西之界的皇冠，谢谢西之界，谢谢你，给你比个心，这边一个心，右边一个心，眨眼睛，谢谢一票。啊，本云的99票，谢谢本云，谢谢你。然后谢谢9票，我要接着说了，就是。为什么心疼呢？是因为就是你们跟我一样都被扫射了，就是啊什么王毅的粉丝怎么样，然后王毅这个人怎么样啊，什么歌无双废什么的。其实我今天有一点后悔没有把歌唱好，就是但是我实在是太喘了，就算了。希望下一次的话，就怎么说呢，能够好好唱吧，因为希望下次生日公演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好好唱。而且我其实也不想把电音开得很高，其实我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儿就是没信心，因为我觉得就怎么说呢，这个就是我为了电，我其实电一点也是为了怕自己翻太大的车。对啊，还有 mini life， 15分钟太真太卡，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。因为我就是希望尽可能能抓紧时间把我自己想要说的话说完。谢谢珍宝咖喱鱼蛋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咖喱鱼蛋。谢谢应援棒。当然我自己已经就是要谢谢9票，谢谢一票。谢谢睡睡子在梦游的999票，谢谢你，就是我是真的已经毫不在意了，就是随便吧。就像我那个稿子上面写的，我说他们怎么样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就你们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，这是真心话，不是说为了让大家觉得好听什么什么才说的，就是我发自内心的话。谢谢睡睡子在梦游的999票，谢谢。谢谢一票，就是。我知道可能大家也脱敏了，但是有时候看到的话还是会觉得就是你们对你们也不能说不公平吧，就是有点不公平吧，我就觉得你们跟我一起在受苦。但我不是觉得我自己在受苦，我只是觉得你们就是感觉跟就是也是被套住了一样。谢谢九票。然后今天的舞台，谢谢九票。今天的舞台呢是，怎么讲呢？就是可能会有，就是谢谢九票。
怎么说呢，就是人的想法都会有些相似，但是呢，关于编舞，就是两首歌的编舞，我都是去请外面的老师编的，是这样的。谢谢一票，我只是把我自己想要的一个概念告诉他，然后编舞呢什么的都是老师帮我完成的，所以就是谢谢一票，也谢谢九票。所以这次还会有人说。其实也不在意别人说什么，就是只是觉得有比较有意思，因为我之前总是会被说嘛，不是理，就是单纯的就事论事，单纯说这件事情而已。谢谢。而且我找的老师也是跟我们公司合作过的，所以说谢谢九票。你懂我也懂，好吧。谢谢九票，谢谢谢谢。就是硬要说抄袭的话，也抄袭自己人吗？谢谢小板砖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小板砖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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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云本允的99票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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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云本允。因为我今天也说了，我说我也已经不是以前那个，虽然说忍是很重要的，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忍这个词应该刻在我的脑门上，就是大部分事情我觉得怎么讲呢，就是忍对我自己有好处。谢谢九票，谢谢小茶的99票，谢谢谢谢。哈，以黑话倒也不至于，我还是那个敞开心扉的小王。谢谢小茶的皇冠，谢谢谢谢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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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茶。谢谢屁屁的皇冠，谢谢屁屁，谢谢屁屁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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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录个练习室，好，谢谢脑瓜麻子的99票，谢谢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谢谢应援棒。但是我是录横屏还是竖屏的？因为上次大家觉得我录横屏会吃很多吃动作。谢谢 K 宝的小尾巴的99票，谢谢。会回看拉票，当然会了。看自己表现的怎么样什么的，我是第一时间就看了，我要就是看一下我自己控台到底有没有帮我拍好。唱呀，但是现在唱，现在几点？现在是12:30，今天要请大家吃饭，但是所以就是，对，因为我之前生日的时候我就想说要请大家吃饭了，但是啊没有，我说没有说不唱啊，我不要吹我。好了，但是我那个音源，我可以在 B 站发我那个
翅膀的音源，因为我录了。其实我录也是因为我觉得可以免费录一首歌，还可以发，所以我才就是每次都录的。因为出去录的话没有中心，就是公司录的好，呵呵，而且很贵。呀呀呀！但是我那个翅膀 B 站不是 B 站，就是我是降掉的，我降了很多，因为我就是怕我太了解自己了，我就是怎么讲呢，很喘的时候我不能唱很高的歌，不然我会根本跑调，唱不上去，所以我这次降掉特别多。我哦对，而且我一开始想的就是清唱一下。那我还是清唱吧，他只啊、哦，我可以，我这个里面也可以降调，那我降调吧，哎，但是他没下载，算了，那我就清唱吧，想一出是一出。先喝口水啊，就无语这个冰块，删开，我先听一下。展开翱翔的翅膀，去往梦想的地方，不危险，从不害怕，只因为有你。一路上传来你们呐喊的声音，都在安慰我 baby， 绝不会轻易放弃，全都是我存在的意义。然后因为我还剪辑了一下，再唱一遍。展开翱翔的翅膀，去往梦想的地方，不危险，做不害怕，只因为有你。一路上传来你们呐喊的声音，都在安慰我 baby， 绝不会轻易放弃，才是我存在的意义。然后下一段，终于迎来曙光黎明，照亮新的轨迹，不负众望的我更加坚强，去实现未完的梦，展开崭新的翅膀，守护最初的约定。有你陪伴的身影，我充满信心，展开翱翔的翅膀，去往梦想的地方，不危险，做不害怕，只因为有你。一路上传来你们呐喊的声音，都在安慰我 baby， 绝不会轻易放弃，全都是我存在的意义。好啦，但是谢谢烫手的小板砖，谢谢小板砖的用爱发电，谢谢小板砖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擦擦鼻子，谢谢小板砖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应援棒，谢谢睡睡子在梦游的皇冠，谢谢睡睡子，谢谢谢谢谢谢你，谢谢电流太大听不到的皇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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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流太大听不到，谢谢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应援棒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是吧，这首歌其实挺高的，但是我觉得它很好听，歌词也很好。谢谢依依风和举送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谢谢。
我忘了当时是谁推荐我的了，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把所有的公演都看了一遍，就是把所有的歌都听了一遍。谢谢一票。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我到底要准备什么舞台。无罪无我是我一直都很想表演的，但是呢版本太多了，就是大家都表演过无罪无我，其实我还是蛮怕自己的表演，就不如，哎，当然肯定是跟，也不是说不如吧，就是会看着没有什么感觉，然后就是谢谢九票，哇，这个人的名字好长啊，恭喜，谢谢九票。恭喜我们瑶瑶，谢谢九票。谢谢应援棒，谢谢来杯一点点的皇冠，谢谢谢谢一点点，谢谢谢谢您，谢谢在直播哦，一票，谢谢一票。真心的痴迷，谢谢一票，谢谢两票。我到十，呃，不，我再过，我到50吧，跟你们拜拜好吗？因为我很饿。谢谢妈粉站起来的99票，谢谢你。哇哦，好，再倒点水。因为我刚刚太饿了，吃了口饼干，然后喉咙有点难受。谢谢巧克力，会多吃的。对，糊嗓子，我真的吃甜的，一吃甜的我就这样。但我今天为了保持清澈的嗓子，一天没有吃过甜的东西。谢谢小冬瓜小芋圆的99票，谢谢。对，是冰水。谢谢应援棒。倒也不是啊，确实，最近是不用了，谢谢一票，谢谢一票，谢谢谢，啊，生日礼物，谢谢，谢谢应援棒，咖啡今天没喝完，我是把咖啡后来拿到后台去喝了，就是拿上去的时候，我上场前我还猛吸了两口，阿姨给我拿过来，就是阿姨，什么阿姨，王姨来喝几口，然后我就上去跳粉红狙击手了。谢谢巧克力，虽然觉得很苦，但是我就是怕我这个人就是。因为这两天没有睡好嘛，我整个人已经有点就是到待机的那种状态了，就是想提起精神都有点提不起来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就是喝咖啡能把我苦醒，真的很苦。对，不然我真的撑不下去了，太困了。谢谢在下阿乐的99票，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九谢谢苏联王牌狙击手的99票，谢谢谢谢谢谢。
其实我没有来得及拍照，就是我跳完了我就太累了，然后没有来得及拍照，然后大家就去跳哦那哦那哦呃不是，就是计划崩坏那些歌了，然后就没人帮我拍，等会儿去拍吧，等等我。实现最未完的梦，实现未完成的梦。哦，好，谢谢一票。丢丢，丢丢在边上。谢谢九票。很怪你，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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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正能量值，嗯，知道了。烦死了！咋了？不是他烦我，哦，一直只有我谢谢一票。我这样黏着他。谢谢应援棒，丢丢真的日渐就是每天都在长大。这个桃可以吃吗？可以。洗了吗？洗了。我饿死了，啊，这是食堂的桃子啊。对呀、啊。看看丢，翻转镜头，好吃。挺甜的，啾啾，是不是还有女人味吧？你这句话也说得出口？怎么啦？刚刚我们小丢给大家秀他的美腿呢。丢丢，丢丢，骂他。我今天突然觉得丢丢稍微有点，女人味是吧？稍微有点长跑偏了。好了，不看丢丢了，看看我。丢丢，丢丢，长得可真丑，人家可是个小宝宝。跑偏什么意思？小宝宝，说我们丢丢丑。他突然俯视着我背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双下巴好明显。对，我们丢丢下巴特别厚，有虫子，不是，它裂了个口。哎，很正常啊。好乖啊，今天，怎么这么乖？怎么这么乖呀、啊，小丢丢，去吧。对，我今天其实我拉票前讲 MC 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要饿吐了。但是呢，没时间吃。嗯。今天这个 MC 话题是佳恩想的，就是还突他突然刷抖音刷到的，还蛮有意思的，然后我们立马就玩了，还挺有效果的，嗯。哦，之前 N 队也玩过哦。那我就不知道嘞，也有可能找了个类似的吧。
我觉得海龟汤要很多人玩才好玩。我昨天晚上又找周诗雨玩了一下，然后睡前背后一凉，给我吓死的。就是我把下午的那个恐怖故事晚上又回味了一遍，然后，我就觉得很恐怖，但是还好，我就是对这种，就是你当时猜的时候说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恐怖，过一会儿又好。他被我的那个倒着手掰掰吓到了，我就不跟你们说了，太晚了。好了，50分了，现在太晚了，等到下次白天的时候跟你们讲。这是孙珍妮跟我说的一个，就是这个海龟汤。然后哇，我当时看到他做的那个动作，直接给我吓死了。好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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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今天来看我的拉票，今天剧场怎么讲呢，也是红彤彤的，谢谢你们，晚安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好了，我挂了哦，再见，晚安，早点休息，拜拜。